鱼岛指数冠军，这次直接夺冠。哦，被小克了5%。鱼岛上的是魔王大唐国标啊，首次启用了魔王。然后呢，文总也是亲自开号，给宝宝名字改成了今年第四冠。因为在鱼岛2冠，西山1冠，总共3冠，再拿下这个冠军的话，就是有望第四冠啊。现在门派看不出来啊，太多。对面也是一攻一法啊，平砍触发漫天的点杀。对面的话也是国标啊，这场是国标打国标，我的天哪啊！竟然看到了珍宝阁打国标。开局的话，纽日村啊直接封了对面地府。兄弟们，这是国标对冲，刺激！国标是那种快节奏的，就是哪怕是一个恶爆啊，高攻宝宝的一次神佑都可以让对方很难受啊，节奏很快啊，容错性不强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操作失误啊，两回合点杀没成功啊，或者是被人防住了之类的啊，可能比赛就崩了啊，所以比赛随时结束啊。看了等了一晚上的兄弟们，大家辛苦了啊，别害怕，没中小死亡啊，不算死。另外国标的话，前期死也不算死啊，给地府灵元消耗完了，最后啊反转的有都是。双方的话应该都是大唐国标。对面有好几只手持善恶啊，善恶其实挺不好解决的。哎。双方的阵容应该是除了法系不一样以外基本一模一样啊，想让来一把龙死人死宝宝飞，清他们高攻善恶，让大唐能站起来，一直锁血。OK 啊，可以，这宝宝连绿2次，这种时候太重要了，妈的，一般吧啊，咱们神了2次，他神了1次。局还在，第二回合局还在，轮到我们反点对面大唐，自己刚刚啊叠加了一点点状态，血量啊够横扫就行。OK， 亲我宝宝，我要你陪葬，起刀2700，起刀1500，再来2500，4000、7000，死是必死的啊，大唐是不可能有163的，除非这回合他有5龙丹。卧槽，群秒点牛逼，收益极限化，宝宝只要别善爆就行。 OK 啊，下了血赚实际击杀数字865啊。 OK， 点死中小死亡啊，击中目标。带瓜决赛上了一个国标，应该是想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国标是真的不行，还是啊要用实力打破质疑啊，用自己最不擅长的阵容来打败珍宝阁夺冠。第150连啊，鱼岛今年的目标是3冠，已经完成了2冠啊，如果5月份提前完成目标啊，后面就要定制新的目标了。鱼岛的话应该不会容纳太多的操作手或者指挥啊，因为老板也在开号啊，看宝宝的名字就知道了啊。啊，还开行啊，开局的大唐的宝宝连神加小死亡命中。让我们觉得决赛的风头还是在的，但是现在的国标必须得点死两个单位啊，点死一个单位对面稳得住啊，一拉回头一个反点杀啊，都是一瞬间的事。那最能体现鱼岛顺应版本的话，就是啊法系用了魔王啊，魔王配大唐感觉爆发力还是很强，魔王新改的改版
增加了8%的法术暴击几率。现在数据不是很养眼，宝宝都神啊，宝宝都巨能神。咱们鱼岛的现在的神游几率是偏高的啊，高于对方。善恶神一次特别有用。从切大唐1500的数据来看呢，应该是切不了啊对面女娲的啊，那个叫神木林的啊，因为神木林他得带163。前三能点死，但是得先不挂小死亡啊，先切一次，别着急。对面为了拉大唐啊，消耗点资源，起了点罗汉。这回合要点女儿吗？没点。牛进以后的魔王在对面起完罗汉以后啊，状态有点虚弱。飞，飞飞飞飞飞飞。手持善恶下，数据够用，但是没下去，妈卖批啊！第七回合把刚才点杀成功一次的优势拉平了，善恶没守住啊，宝宝没清掉。这魔王不如星辰，猛哥当时玩的是什么林？我们没有风系速度啊，物理速度好像是有，物理速度好像有。也找到，哎呦我去，找到满天了，找到满天绿一次吧。打国标的话，双方的距离会被迅速拉开啊，不像刚才，就是可以慢慢叠漫天啊。打国标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这个漫天一出，我他妈心凉一截。没了倒不至于，但是就是心凉一截，就感觉差距就被拉开了啊！对面就是化被动为主动了，就开始啊优先具备点杀机会了。这回合防的比较好，护佑金身。琴音应该都死不了，但是有善恶，妈的有善恶 ，OK 啊，护佑产生了，起了个纸人，起纸人善恶出合击，合击真实伤害弹金甲680啊。别死别死血赚别死，还有一只吧，操，哎呦我操，可以触发了一次神佑啊，这次是神佑，不是163，是来自于武器上的，那是一把16段的琴音三叠啊，神佑弓箭，原始种作为魔族的时候小老虎啊也能带。 OK， 这是神佑，不是渡劫，渡劫早就触发，而且渡劫回复一大管子血，对面有一速，能不能砸，真牛逼啊，真牛逼，这都能砸，这太牛逼了啊，这太牛逼了。因为咱们开的是上帝视角，就是血线看得一览无余，对面也不知道啊能剩多少血，而且也没触发163。还行吧，先倒不算倒，不倒俩都不算倒。女儿村得起纸人防一波了，
获得主动出击干他大堂，趁现在宝宝够还能有机会点一点。怎么没有搬和尚？大家都搬和尚了，但是得两个一起搬，进一个不能百分百指定一个门派。点对面大堂就当防守了，封地府，能猜出我们要点水清地府，真的要点。我操，兄弟们，我的预判，我竟然能看懂 PK 了，好感动啊！我操，水清地府挂住小死亡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啊！我靠，我竟然能预判比赛的形式啊！竟然能影响大环境，空切他，空切他。逼哥没事儿，没空切，没空切就靠恶棒啊，6600，6600，再来啊，再来一个恶棒，这波要点不死他妈感觉要没了，俩壁垒。这一波第十回合就直接出地厅啊，出的好早，魔王可以拉了。这回合的地厅肯定不是清场用的，配合点杀用的，所以说这回合主要还是防止小死亡。魔王可以先不拉，这回合就保好女儿和大堂，大堂直接被舞龙。女儿我觉得要不飘三峰吧。还封地府干嘛呀？对，我们封你地府我能理解，他封我们地府他还怕大堂死啊。啊，出了一只避雷针，加血给女儿，加出啊护盾，这大堂死了不假，但是我们有只高速，来避雷，避吸吸吸吸吸，出个宝宝就是让你吸血的，你他妈的直接死了，我操，无痛赔钱，你他妈千速四吸一点用没起着，老铁，我最近压力好大，刚出的千速地厅一点压力没扛住就飞了啊，好在他们也没啥好在，魔王别管着数据多少，施法还是有气势的，起码对场景能产生变化。对面脚地下都着火了啊！哎，对面乱敏了。对面练敏了，下回合大唐有速度啊，然后魔王可以用龟速拉起，地府可以啊，女儿孙金青，下回合可以点一手，大唐一定有速度，女儿孙可以免除晶晶，以后可以免除对面的一切干扰啊！解封还抗封，所以说下回合一定得点，除非化成重无魂啊，活不出来。晶晶解地府加抗封啊，对面女儿村直接防点杀，哦，没点，活出来了。纸人啊，这样的话十个点啊，状态都好。对面这回合确实防点杀了，这回合要是点的话啊，就血亏。能点的两个单位全都防了，砸成了封锁呀，这是。
哦，好刺激啊，好刺激！全场的第二支迪厅，可能骗点尺子，缓解一下压力。国标不用考虑宝宝站不站得住，国标的宝宝用不完，国标不可能打五六十合打得弹尽粮绝，你出手就完了，没事儿。弹幕没发的兄弟们，觉得鱼岛能赢的是有投上面第一个，觉得这连不行下连再来的兄弟们选88啊，第一个比赛结束后然后咱们开弹幕红包。非常直白啊，直接就是一把真降低女儿村的风云命中率，同时扔不了战敌啊！这个战敌要是能加的话，也就那么一个，也就是清一只残血的宝宝。这只宝宝千万别神，要不然显得地精很呆。我擦！好像是挨了一尺啊，还行吧，也吸引大唐的一次攻击。我擦！这把一和五一起绿了，要不然双方都是三只宝宝啊。就还行。飞 OK， 还行还行还行，双方大唐都被地府抓啊，一速还在对面，物理一速还在对面，遇到招牌来了，镜台死法。OK， 找到满天啊，再清一只宝宝。我操！其实不怕神佑，但是怕宝格啊，他们质量太好了，太难清了。还有的打，没事。也没啥陵园，女儿村真一次了，我们女儿还没用呢。感谢1992的滋润，别紧张。这次节奏打的就算挺慢了，16回合。1-1。2-1。小死羊没刮中，满血，他应该点不死的。没啥影响，大唐给我扫出来。锤哥法防真牛逼，高出天际。我操，对面的点杀容错率太高了，对面点杀用平砍点，点不死都他妈不亏，点不死下回合还能再点，妈的平砍点还有机会触发漫天。
他妈死的太冤了，这死的确实太冤了啊！满血纸人平砍没触发漫天，直接换了一只马啊！你说孙耀拿速度，找节奏，要不然进入对面的节奏的话，就会一直防御被点杀。现在轮总很刺激，轮总正在喊神，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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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中大死亡，我日！琴音没解，啊，女儿村特意换了一只马出来啊，现在的话速度是属于女儿村的。出马就是要点杀，直接封了一下地府，不让他们延啊。大唐应该是这回合继续平砍，或者是其他平砍了。清对面的三个其实意义不大，清完三个他们还有三个，只是人物多一回合。给大唐加蓝，你看错了，蓝的灯在这儿呢。大唐吃蓝也是恢复速度，防止地府抓的，这个是防止地府抓的。其实国标清宝宝就是宝宝清掉最好，但是清不掉吧也还好，因为宝宝确实用不完，清宝宝也打不光，就顶多延迟一回合找漫天，就是神佑的话也平常心，只要出漫天就行了。我操，魔王可以起来了啊！兄弟们，一般起来的时候反而最危险啊！把资源给到魔王的同时呢，可能他们会给你创造新的伤口，点女人啊，趁火打劫，差不多就这意思。所以说国标来讲，最安全的永远就是进攻，防守的国标好像是一定输的。魔王没有用是因为魔王的抗压能力不强啊，在逆境状态不好的时候秒不出数据，但是顺境的时候就会清场能力比较强。魔王有一个经脉，你们经常刷副本用到，就狮驼岭鹰击或者连环击啊，大唐关武横扫以后的休息状态能增加10%的输出。这回合怎么办？点大唐有纸人啊，再找，能不能临死前找个马半天没找到啊，星期五单抽这几只善恶啊，得想办法处理。魔王多秒一个单位用处不大，21回合应该是21，弄不好38、24，弄不好延一把还能再延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没双延就有机会。
不让我们给对面地府打针啊，没想法，不打就不打，硬扛。反点对面大堂，魔王应该用的是单烧啊，横扫以后的休息，看着10%的经脉输出效果好不好使啊，能不能像神木林单抽一样？换他，换魔焰滔天，我操，够用，可以，壁垒都死了。我操，可以啊，非常的极限，局面被拉回到强行的五五开啊！魔王的大板砖干出了9000多啊！确实，魔王这个大板砖有赌的成分。成功以后伤害加的不高，但是一旦失败，数据可能就是几百啊！还是国标刺激啊！好，慢慢的尝试性的把女儿斯的状态补一补啊，看还能不能拿到速度。好，双方互相伤害，你演我的，我演你的。这样就没事儿，兄弟，不用怕。双方都倒地一个，一半一半。当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答不出来的时候啊，呆瓜的选择是给对方再出一道题。但是这道题还没出，对面就先写了个解，我操，直接罗汉来了。地厅一定是法地厅，法地厅就跟刚才青宝宝一样，要我觉得这只地厅也就是青个孩子，而且还浪费了女儿村宝贵的灵源，这只地厅要不然放了得了。即便有罗汉啊，宝贵的灵源也交给了，尤其是女儿村。对面没给尺啊，速度有点慢，浪费了一个笛子。这回合应该是属于血亏啊。四回合，我看对面还有几个。比对面能提前一回合拉出来，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国标宝宝出不完，地厅随便出。国标打输了，肯定不是因为宝宝出，宝宝没有了啊，输的。我操，又来！哎呦我去，这下我们比他们多一回合。
秘密武器。魔王有没有可能带了大唐的宿敌？伦总应该是有挺多花招的，他宿敌的东西确实他是第一个有的啊，但是用没用我不知道。轻轻没有动作的时候，轻轻没有意义啊，就肯定点杀或者防点杀才会用轻轻，不能说差点写一个晶晶全满就加血去了，那太浪费了。对面化生寺起了个纸人是啥意思啊？怕被偷？好，对面是，这是防个啥呀？八十四起了个纸人啊，没太看懂。怕秘密武器，秘密武器是个出其不意杀人利器。哇、哦，这名字起的效果达到了，还重点清了一下，两个善恶，然后还加了个魔镜。防秘密武器，其实它是个谛听。化生一般没事干也不能起纸人啊，他扔个无魂啥的也对啊，他应该是在防啥，动作太大。哦，我看见镜台了，我看见凝光炼彩了，皮蛋，滚 ，OK， 节奏有 ，OK， 局还在。一旦力劈秘密武器啊，紫禁城有一个凝光炼彩的力劈神马，对面起纸人是防止西桥死亡被偷，问题是拿啥偷啊？鱼岛这条件现在拿啥偷对面花生啊？啊，那五只战敌力劈贴一下都不一定死，没金刚对面有防御圈还有纸人啊，提前罗汉防备笑，对面大堂没人管啊，随随便便就给守住了。哇操，真是力劈啊，真是皮蛋力劈啊。锤哥你才加盟鱼岛的第一届，怎么知道的比我都多啊？上过号。魔王的数据不漏关不要紧，现在也不清场，够用就行，别慌。风化生失败，对面风地府也失败，化生起塔风重也不赚，这回合我们小赚，宝宝拉的。
哇塞，可以，烟花很璀璨，虽然数据不够看，氛围到了就行。看双方大唐谁速度快啊，互相长狙对方大唐守尸，互搞，搞起。啊，都没搞啊。哎呦，兄弟们，别看着我们这个血线健康，宝宝数量多，但是对面下回合有速度。好在我们上回合起了纸人。白瓜苦练这么多年的起纸人的技术终于在这个时候用上了啊，用总比没有强。国标起纸人效果很好。双方节奏都慢下来了，因为他地府灵元用的更光了呀，点死了拉两回合就拉起来了，消耗太多不合适，而且双方都有死伤啊，先停战一回合，鱼岛不停，有纸人硬点，活血活血就看你怎么说了。操，好像是对面有速度，上回合是对面有速度啊，果然还有摄魂点不重要啊，射魂点不重要 ，OK， 大死亡别中就 OK。这是中他妈还是没中啊？没事儿，小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，大死亡不算死。魔王顶住神用，秒他，秒下，够用，可以。这波不亏啊。非常的紧张刺激啊，每回合都特别关键，双方没有一回合的差距。刚才不是心中的大死亡不要紧啊，对面化生寺中了无魂啊，舔了出来，魔王趁机还加了个伤害，对面的宝宝的血量不健康啊，随时可能回头。哎呦我去，神木林开启了全屏攻击啊，小四海全屏回血，喘口气。好了，又是一个心理的博弈，到底你演不演我，你演我就给你打针，你不演我就封你。现在从头到尾对面就死过那一个单位啊，就是大唐化生起过纸人，神木林起过纸人，大唐回蓝是为了后期反间，反间到他们大唐，如果虽然封印命中率低，因为大唐不点法修，但是一旦反间成功的话，对面的大唐就砍队友，对不对，咱们就变成六打四血赚，所以说大唐加蓝是为了后期反间用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明天教你登录梦幻西游账号密码。我是山东人啊，被你们听出来了。我是山东的，山东烟台的。孩子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地雷，拜拜，拜拜，我操，完了，这个孩子他妈太痛了啊！小死亡白挂中了，没事，切他女儿村，搂他。反正他喵的赢了就夺冠，输了我能省18000啊，准备费啊，怎么打我都不亏。弹幕红包，兄弟们赢了的话，你们可以得到888啊，
输了的话就是88啊，弹幕可以选择一个。哎呀，又得点了，再不点他们，他们就来点咱们了。这国标叠不出来半天，是真的着急，伤害不够，没法空切。我们应该是一层半天吧，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们零层半天，对面一层，但是我们砍的会多一点。大唐的锦衣是星河乐章，锤哥是三染，可能是锤哥小死亡一直挂不中，他们就把锦衣给下了。呆瓜喜欢做这种事儿。哦，我们也一层，针对面地府了，暂时安全啊！小死亡挂不中，哇，这个灵元用完以后舒服，满血了。我擦，大哥打完针还中了。顶针中，然后我们有罗汉，好，第二次满天，这回合不死，又是一把血赚。对面群秒点好不好？群秒点，单秒别暴毙啊！秦三叠啊，死了应该是，刚刚好够。我操！神佑就算了，他妈一万一千血，刚才那个神个孩子一万血，我打才打700，一神满血一万，这血量很吓人啊！净台的，稳住稳住稳住，没事，没倒俩，去那边比赛就能打。神木林后期怎么感觉像他们开外挂似的呢？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神木林后来为啥一直秒七啊？感觉他妈像俩龙宫。八经脉起完状态是秒八，那不能一直秒八吧，大哥。哎呀，还来了个大死亡。上联季军，这联可能是亚军啊，那冠军得靠下联了。这回合能搞点小事情啊，但是搞不大。对面也觉得没有搞，对面这回合防了。我擦，稳住啊！可以，够用。
好了，魔王起来了。对，化生为个五龙嘛，化生稳的一批，有罗汉，有纸人啊。这时候不是谈不谈，是完全真没必要啊。也不能说魔王神木林啊，魔王就比神木林弱。刚才那下子要神木林未必能点得死，暴打九千。点了，这回可点了，要拉的点子，有一个护佑。现在目前锤哥上场小死亡命中率应该是100%。这回合用的是剑斩，剑斩应该是能破盾。我操，大死亡直接被切了。这回合点的啊，对面地府干嘛了？我没看到对面地府干嘛了。地府抓的啊，下回哥还得防点啥，还得出阳护，七回合啊，出一只阳护就够了。要开化生，化生活血魔王啊，稳住。大死亡不算死亡，没事儿。魔王直接换阳护，回合结束应该有个慈心。好，逼哥可以拉起俩地厅啊，宝哥不知道有没有攻地厅。这个书应该是冲不掉的，我觉得冲不掉，防大堂就行了。大堂他妈比地厅可牛逼太多了。我觉得这回合鱼岛可能点他大堂，还有一个螺啊，要不然宝宝扛不住。有一个螺，然后大堂身上有小死亡状态，地府就能延。国标的地厅兄弟们不用那么怕，刚才宝宝本来清不掉，对面出地厅没准是好事。鱼岛为啥不上二二？因为决赛的阵容是被搬选的，不是说你拿最擅长的阵容来就行。卡的时间太久了，反杀也是用剑斩，一敌，来看呆瓜猜，看呆瓜清不清吧，看法跟我一样，果然觉得大唐更重要，大唐不出手才是关键，要不然他妈千女儿和魔王全都得死。这个关照是不慌的啊，啊，有场上有只避雷针，咱的孩子也来一把啊，点女儿 OK， 点女儿没观众 OK OK， 有的打有的打还行，无魂也中了，操，中了但是出了个满天，没事，咱们对面的地厅没有法波，咱们用法术反正给他关照外线弹死。来弹他，
给低级法术反正涨价，弹他，弹他，对对对，弹他，再来一下，弹弹弹，下没，拜拜，绿 ，OK， 法术吸收，这时候不用弹了，他妈本来也没了啊。女儿孙没死了啊，壁垒 ，OK 啊，女儿孙苟住了，对面出虚弥了应该，哎呦我去，好稳呀，对面没出虚。对面还给自己来个精，要继续点无魂控地府啊，让他小死亡挂不来，小死亡挂出来妈的还中了，这没办法啊，这回合空档太大了，点谁都得死，上回合对面大唐要是不中无魂扫出来比较好，现在就是狂控地府了，留给鱼岛的时间不多了，锤哥这场真是超神啊！品尝一下三点啊零元的超级剑斩，来吧下吧，10500千三不够，9300不够啊！剑斩的伤害我不知道打。解掉了没用，完了，这下没了，兄弟们，弹幕没刷的赶紧刷刷吧，来吧，武神男预言没预言没预约的该预约预约吧啊！比赛结束了，封印蚩尤应该不是我来播了啊！散会。下联我换无底洞，有无底洞就好打多了。这个时候大招风化声，大招还没中，这下子是为了冲他大堂用的啊。完了啊，这啊还行，这下还是赚的，别贴了别贴了，送他了，这个五龙丹解的啊还行，这回合本来是控制他化生啊，然后不让他活大唐，让他血量不够扫不来啊，然后女儿是大招风化生四没中，下回合休息了吧，出其不意还能再出手一回合啊，还有这么久呢，怎么啊，再点大唐，魔王继续被延五回合，扫穿扫不穿啊，有忽悠金身，出奇炸了3000啊，我操，出奇法连出法爆没准能死，我日啊，
破掉了护盾，还剩八百多血。队伍三恶啊，避雷打不死，对面血不多，砸的话好像没速度。魔王，看一下啊，魔王还有四回合。来，出一只，出旗帜圣加须弥的须弥，我擦！这回合是用来砸那个啊，砸大堂的。但是须弥是自动瞄准血量最低，然后对面二号宝宝血量最低啊，砸到了二号宝宝。这下扛不住了，兄弟。这他妈谁来也不好使啊！地府四回合。下月见了，兄弟们，下月见，拜拜。魔王为啥不带163？应该带别的了，不知道是带的啥，但是我觉得不是箭步，应该是宿敌。你已经刷了10次下次见了，这次真的，因为国标倒一个其实没事，倒俩就真的很没了。哦，这虚拟的牌面给到出其不意了。OK 啊。须弥绿了一下啊，三个高速的单位缓解了一下啊压力。他是出奇制胜的宝宝，好，这次是啊女儿村的神佑，这回合小死亡还没挂中啊，对面地厅没有实质性的输出，关键是剩几回合还是不好扛。啊，还能挺。又来，我擦！轻避雷针，罗汉最后回合和啊，罗汉最后一回合啊，下回合。两个人可以同时拉起来，这回合就是赛点，兄弟们，最后的一回合的机会。关键还是这个大堂，这俩地厅不一定干得死人，这俩这个大堂他妈扫谁谁死。这回合扛过去的话。不知道拿啥扛啊，问题是不知道拿啥扛，扔俩无魂一个铃铛，好，俩，一个地厅舔，一个地厅跑，大唐官府也舔，地府小死亡白挂中，拉起俩单位啊，太极限了。看看有没有这个反转啊，翻盘就在这一回合，后面应该没啥机会了。
是花生。这个花生是啥意思？要用大唐用我们的大唐控制的血量吗？好高尖端啊，两个速度全都在。这下啥意思？长驱直入守魔王。他们是不能封宝宝，可以封，那宝宝都有神技。还有敌听吗？妈的，这只全魔的，我日！对面大唐是嫂子吗？长驱的啊，长驱的魔王。要是嫂子还好。我操，真稳！这种状态，对面还起了一个，还起了个罗汉。在我这看，比赛都结束了。我操！别死，别死，别死！完了，下课。花生死了啊！是真死了。也没法一换一，化生倒地以后的 PK 真没法看。化生是当前回合挂的角色吗？好像不是身上有。攻击一炮，无限冲，中间狂换地听，点不死化生的话能打，点死化生就肯定没了。化生他妈的七回合小死亡，这只须弥就是告诉你，我要回家吃饭了啊！这只地听兄弟们就是无解。无解的征兆啊，就是加速一下。为啥上魔王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有独特的理解，或者是有什么啊符石上经脉上的特质，可能是宿敌大唐，但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，他也不能保证对面一定上大唐，可能宿敌化生。从来没有拿到过速度，前面赢的两场比赛也没有拿到速度。这场虎阵应该是为了抓什么阵啊？感谢 AA 龙哥啊，谢谢 AA 龙哥。
刚才二狗不是下来一会儿吗？让呆瓜上魔王，顺应形势啊，顺应版本，新资料片改的魔王，官方都说强，你能说不强？这回找到了啊！骂他，我瞎说的，我瞎说的。这个纯瞎说啊！亚军，亚军，亚军，亚军啊！心情比较复杂，输了比赛，省了一万八。